哎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P74 星球上的园丁菲利熊与派小西。那 P74 品牌成立已经是第7年了，我们特别设立了 P74 加小行星一廊，希望能够服务更多喜欢艺文活动的朋友。那这次非常开心，小屋畅游的活动能够在我们这边举办，因为我们本身也是非常喜欢弹弹唱唱的人。那我们一起期待这次的活动表演哦。心陨落的曲线。